金三爷，你是来杀我的吗？你也不看看，你有没有这个实力？韩长官，快出来吧！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韩长官，不要出来！祖宗，怎么办？根据弟兄们中弹的情况来看，上面是有一个狙击手。你们三个等一下，同时冲出去，交叉奔跑，相互掩护。要是哪位弟兄有幸活着回到上行，马上通知美人。 让他想尽一切办法干掉那个狙击手。韩长官，快出来吧！我什么都知道，这一切都是为你准备的。出来吧！韩长官，我对不起你。 老哥哥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冲！是。 正生同志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下。快去快回。小吴，美珍，你怎么现在才回来？让你们担心了。韩大哥呢？他和三爷去杀松本了。杀松本？不会有事吧？应该不会，松本已经被降职，带的人不多。 那就好。徐队长，徐队长，怎么了？东家被卫三爷被打死了，日本人他有狙击手。美珍，召集大家集合，再上周武器，再门口会合。快，走。太好了，我暂时走不了了，你带着名单赶紧离开。出什么事了？韩大哥被日本人围了，我得去救他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一人上同志，这份名单比我们的生命都重要。你一定要带着他安全离开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会去找你。文明同志，保重。文明同志。 大佐，松本隆高が襲われました。部隊は集めろ。出発。祖宗，你先撤，我们掩护。你不能死。兄弟们的情谊我心领了。用韩宝来生再报吧。祖宗，冲吧！
你要是再敢往前一步，我保证打爆你的脑袋，让你的人都往后退。八哥，八哥，滚！下がれ！结果你的画像，王文渊，韩掌柜我已经给你放了，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放了我？放了你，丁三爷的账怎么还？八哥，王文渊，喂！